人间净土，香格里拉。香格里拉是什么呢？它是国际连锁饭店的名字，它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首府，它是乌托邦，一个存在你我心中的理想国度。来到迪庆，我听着藏族歌姬诺曾拉姆的歌声，心中却浮现描述达赖六世仓央嘉措《亲爱的》诗歌那一世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我心心念念的他，原来始终都等在这山上。董新闻，香格里拉报道。